接指挥中心指令，120被堵高架急需前往南通赴院。抬头仰望夜空，有颗流星坠落。你看，它是那么美。 那么亮，就像充满希望的光。也许你不会再出现，让我们去传播你的温暖。我们还有 无数的天使在颤抖，生命托起这个世界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对生活感到失望和沮丧。所以，请你永远别忘记那些被给你的希望。 把痛苦都遗忘，把感恩放心上，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，去救你的人啊。 那些被你给你的希望，把痛苦都遗忘，把感恩放心上，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，去救你的人啊。 托起世界的。